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下面我游戏是《侠客风云传前传：幽冥录》第二期。OK， 上一集呢，我们孟婆得知的消息，佛母要出兵攻打阎王。那我们现在正过去救阎王了。好，主线关卡：逆天行阎王藏辟邪，天一城阴谋败露。后金舰队不得不仓促发兵，齐向阿比岛。孟婆、敖广、罗刹等头领紧追其后，而此时渊罗修炼也来到最后大关。而面对来袭的天意，命运是否能真能被逆转？自阎罗山闭关后，又是时光的年，判官如同往常一般巡视沿岸，然而今日的海面却似乎不比一般。判官大人，是我大队船团向这边来了。上头是谁的旗号？这边都跟之前上那个坏结局是一样的。靠我秦国末年请来的援兵嘛，他们来这做什么？大人，咱们让他靠岸吗？火爆劫匪，那窑里没有事先通知，带了这么多人，难保。大人，当心！这边都跟之前一模一样。人心莫慌，那窑里果然应有所谋，还能动的。让商运和军械撤入内陆，咱们迫他们上岸，让他们措手不及。我觉得这一场会输很死掉很多人。我抓了蛮多青城弟子的，所以青城弟子千万不能死，因为不想再抓，很麻烦了。好，这边都跟之前一模一样，我就不念了。寡不敌众，即便逃到海上，死的掩护一无生气。如今咱们能做的，只有负隅顽抗，等待帮主出关。咱们都是风都的鬼，难道还怕死吗？如今贼人打了上来，难道你们要束手就缚，被毫无遮掩地屠戮？本官的答案很清楚，给本官听好了，我等的任务只有一个，誓死护卫帮主。本官即便要死，也会多拉几个贼子一块陪葬。帮主保我一家老小平安，我怎能在此辜负他？有判官大人和帮主和我们一块打贼了，咱们怕什么？不错，是时候回帮主。我等必让这些贼人知道，想杀进我丰都之城，必当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好，好，来吧。我们要这次你要小心的打。搔首弄姿，这个这招超白痴的，你知道吗？超级白痴啊！他只能走一格、哦，太烂了吧！啊，这边休息。然后判官的话，我乃是朝廷命官，哪个可能跟那些土匪些同流合污啊？可是判官有时候打敌人会，他自己会受伤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小心点。
那胖光死掉会怎样？蛮好奇的。现在杀！有埋伏，有埋伏啊！王爷，明子的侦察队遭到袭击，总算找到了吗？怎么走？你看，打打打，每天都打，你们他妈打不腻是吧？哦，钢刀肉甲，难怪，难怪受伤。这是什么 ？OK， 六推天献印。那这样，老子拿人奉替人办事儿，你们别老找事儿好不好？熊熊啊，厉害！皮刀法，青城弟子布，这些人真的很贱。而且那个谁吧，那个辟邪老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过来。先去救他们。大火烧鸡。离远点！老子拿人奉替你们办事儿，拿人奉你们别老找事儿好不好？你们别老找事儿好不好？不好！别让他走了！霸体。话题是一回合还是挡一次啊？挡一次攻击呢？我没有仔细看。跑成这样，别让他走了。看起来是可以，就是霸体之后是撑一个回合的样子。
哦，这个用掉了。挡不到他。本王就一针进一城，当今世上再无敌手。秦狗，你家兔崽子死老子乡下了，还不快快投降？原来是你们，哼！一帮以多欺少的鼠辈。呸！想以多欺少的人，可是你这金狗！我敖龙王从不做亏本生意，以二敌一，不过是礼尚往来。哼！区区一顶小贼，本王又有何惧？可可，你且看着，爹爹在替你报仇。嗯，可是我们人他们还没来啊。阿比叫唤，本王就一针进一城，当今世上再无敌手。我的尊主啊，能为尊主奉献这卑贱的身躯，是小人的荣幸。嗯，干掉一只。别让他走了。青城弟子真的很好用。哇，火焰刀是吧？金国狗贼受死！岛上鬼众精兵激烈交战之际，忽地听得海上传来轰隆之声，只见一批不知从何处驶来的舰队，正与后金国后金战船激烈交火。怎么回事？王爷，是风哥的战船，咱们的增援被切断了。是援军，是援军啊！大人，弟兄来救咱们的，咱们有救了。给他溜了！王爷，我等需要确保退路。海面若是给这丰都的这些匪类给堵住，可就如同跨越湖面消融的那不错，有来无回。可可，传令下去，舰队全力迎击，逐退丰都。是。反击必爆，帮他补血，可以帮人家补血吗？看起来不行。嗯，别让他走了。啊，青城弟子真的蛮威的。就一针进一城，世上再无敌手。距离过远，啊，有霸体。来来来来，文通判，抱歉咱们来晚了。这群天鹰城的贼子敢胆欺我满面罗刹，今日叫尔等死无葬身之地。天鹰城和金国狗贼海龙王敖广在此，是时候把咱们的账好好算一算。饶你真相大白，下地狱去吧，营救帮主，杀尽贼人。各位弟兄们，反攻的时刻到了，随本官一同歼灭贼子。杀啊！王爷，圣真，他们来了。嗯，阵前莫乱，本王便能会会他们。啊，这如同潮水般涌来的苍蝇犬，那小镇的火焰刀，来试一试丰都的诸位高手。
太远。成王败寇，免疫伤次攻击。这么会闪，成王败寇，卧龙焚书，凡阻碍尊者道路，怎么都有气盾啊，我很乐意送上路。有你，本宫要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，永不翻身。还是说我也挣扎吗？文判官，很快你们丰都要成为尊主手上得意的棋子了。棋子，痴心妄想吗？妖女，我丰都绝不会臣服于任何人。好好享受这一刻自由吧，我等不及要见到你臣服于尊主膝下的丑态。你，难道可能跟那些土匪是同流合污？耶，十一只。小兵这么弱，拔山盖世。霸地啊！哦，尊主，我的尊主，能为凡阻碍尊者道路，我很乐意送上路。好，他应该没办法攻击我了，不是没办法攻击，讲错，他的气盾被打掉了。受死吧！我们等待一下回合数。金狗扛枪，哼！罗塞亚小枪红衣一抖，对准上官野的脖颈刺去。上官野侧头一闪，拿住了枪杆，运力一拳，罗塞只觉双手给猛然一扭，若不撤手，臂腕给硬生生扭断。金狗看拿，好管一腿扫向上官野下盘，逼得他侧手退开，却不妨一旁鹤头火焰刀蓄势待发，一掌劈来。海龙王，敢接小生的火焰刀吗？翻针，那你撒野。鹤头听了背后风声迅疾，以剑在弦上的火焰刀指着回身一斩，正该袭来的干灾孟婆大要发出第二波攻势，一旁父母舞动双款扑了过来。没死成剑了，我便亲自送你下地狱去尝尝你自个的孟婆汤。妖女，该下地狱的是你。半光独会巨笔自一旁点到，父母猝不及防，给逼得连退数步，连声咒骂判官不愿轻放，巨笔连挥要一举击杀这罪魁祸首。你们这帮碍事的蠢货，尊主会将你们赶尽杀绝，你们什么也改变不了。
百年此计必须归，但明天亦终难回。说的不错。只见蛮光一场，判官心知有变，急忙收手，却觉手背一痛，乃是给雾来雾化出一道伤口。眼前一位老者如同幽魂般自林中现身。佛母恭迎尊主，是你？怎么回事，妹子？这老头是何人？莫非是云南那个家伙？不错，此人被在云南突然杀出老者。好，路主，卢路主，你们当心了。想不到人家本座的机关破坏到这种程度，这不是挺有本事的吗？想来都是要归功于你吧，亡魂汤。哼，可惜本座不能再容忍你碍事，尔等搞出来乱子，到此为止了。老者语音方落，众人忽听后头巨石崩落之声，回身一望，从中步出一个高大身影。但看那人面色阴沉，王袍一免，当高在手，却不是风都帮主严丹生。大哥，帮主，好样的。总算出来了。喵喵，是帮主，帮主出关了。妖魔小丑，咱们帮主出关了，你们可要倒大霉了。老头，阎王不管有何计划，敢敢上瓦比岛亲门踏户，伤我丰都弟兄，阎王绝不轻饶。好好好，来得正好。阎罗王，你便好好欣赏本座如何将丰都一网打尽，而卑躬屈膝在本座面前俯首称臣。俯首称臣，痴人说梦。弟兄们，你们就是这样悄悄惹怒阴差鬼使的后果。啥啊，你现在只剩两只有屁用啊。不过青城弟子是必中的，别让他走了。而且霸体还没一伤害一回合，超级贱。跑我！很会，其他人就先不要过去好了。这就是丰都判官的实力嘛，不过啊，双眼一双肉掌丝毫不惧，如何去比？或招或挠，判官十次进招到也有六七次险些给他夺走巨笔，这后晋王也是何来历？外门功夫竟如此了得？怎么了？这笔上功夫，将他本王见识见识啊！你都已经挂了，还在那边？嘿，快走，快走！请让你退远一点好了。因为想让阎王去跟他打。
单身攻击，有趣，当真有趣。瞧你前世真的模样，就和当年那鱼矮子一般。来呀、啊，在那本座多享受一回。鱼矮子，还有云南那石头子，我想起来，你是百年前那个屠杀青城派的魔头。魔头，不错，一点也不错。如此一来便明白了吧，这便是你我高手和无敌的差距。哼，老妖怪，既有当年击败你令狐大侠，亦有今日将你击败的严丹神，本座会后悔让你后悔提起那名字。让你成为本座棋子之前，必要将你千刀万剐，受尽一切苦楚。命中。闪避是有多高啊？哦，105哦。就像你的失败，今天我给你好彩。结果阎王被干掉，哦，打中了。来，哇，青城弟子真的很强欸，根本是 OP 嘛，太 OP 啦、啊、太远。闪呢？像你这位高手，我见多了。当此剑归腰，你将明白高手与无敌的差别。没内力了哈。死去！孟婆连出暗器之下，冯母身中数簪，脚步与蓝窗摔倒在地。正当他发出致命一击，却突觉背后寒气森森，旋即回身洒出一片干柴。只见叮叮当当，此起彼落，却是那老者细剑延武将干柴尽数击落。太慢！孟婆探手入怀，欲取干柴，却谁知那老者动作鬼魅异常，仅仅一瞬，渐渐便已刺到眼前。老妖怪，你有个对手在这。林丹生大刀自老者背后砍到，老者冷笑一声，剑路一转，化上孟婆，迎向干刀，刷刷数剑，无不刁钻险恶。林丹生给逼得不往后退。
臭水车，准备好了。马脸的，别慢。什么？敖广一脚旋风扫叶，沙悟眼突感下马不稳，又听耳边风声迅疾，却是罗刹铁枪扫来。两人一下二上，一上一下，一左一右，要将沙悟眼一分为二。小贼，莫小瞧了本王。赛王爷虎爪生威，左拽敖广进腿，右拿罗刹枪杆，要将两人甩出。却不料久战多时，气力不济，这一甩竟没人甩开了二人，只得凭最后一股气力将枪腿偏移要害。只见罗刹枪尖划过右肩，敖广足心踢中左腹，口吐鲜血。禽狗，下去吧！罗刹趁着少爷刺痛，铁枪一抖，摆脱了掌握，跟着横枪一扫，少爷喉头鲜血喷出，向后乱倒，一道枭雄就此葬身海岛。反正到此为止。判官卢慧巨笔点中鹤陀穴道，令他真气一试，火焰刀气顿时散去，跟着一记当头棒喝击中鹤陀天灵盖，但看鹤陀口吐鲜血，登时气绝。王爷死啊，大火太烤啊，回船上，快回船上。海上火光冲天，后经旗舰在丰都上船炮火围攻下，缓缓沉入水中，余下船只溃散奔逃。尊主，怎么可能？本座的计划怎么可能？尊主，少王爷鹤陀已死，如今只能先撤回内陆，莫困死在这海岛上。走，哪里走？严丹生九战之下，满身疮痍弹药，拦阻体内一股热气突起，抽身往炉烈火焚身，痛苦不堪，只得平息运气，勉力压制。严丹生得看着老者抓起风魔，升起一个飘忽，转瞬之间，以药制一艘快船上。哇，好。妹子，你先别乱动。好在这伤口化得浅，没伤内脏。来人，快拿上药。帮主，你身上也都是伤，还先包扎一下吧。喵喵。还是给那老妖怪给跑了。见识见知。若是我当时有听你们的话，帮主莫提。我等依然预料那妖灵背后竟有如此庞大的势力，重要的是大伙都平安无事。帮主，哎呀，这身伤，让阿庞看看。哎，为什么阿庞刚才没有出现？哦，他在海上打人，对不对？牛头，你可来了，海上的事可办完了。不用担心，金狗的鱼党都逃了，咱这只沉了几艘船，损失也很小。嘿嘿嘿嘿。破头鼠窜，落荒而逃。方迪处理的如何？都按妹子的吩咐，卧底都给揪出来，现在关押在几个牢房底，正在审问。严刑拷打啊，屈打成招。那妖女，安插贼人在帮你。大哥，这些日子以来，那妖女潜能假扮我丰都帮众，暗中削弱我帮，更挑拨我帮和天文教冲突，却坐收渔翁之利。他和那老者。究竟是何来历？是铁印城的人，我们是妹子舍身犯险，探知这消息，只怕我们还给蒙在鼓里。天印城，哼，这帮天印城的贼子还扮成天龙教的人来寻咱们晦气。大哥，按我说，咱们便顺着他们的意，要打便打，灭了天龙教后，咱们再灭他天印城。那来历不明的老者武功奇高，方才我和大哥联手，他却依然毫发无伤，有恃无恐，要与他相抗。当何容易？方才我与那老妖怪交手，他是何人？终于有了个底。帮主，他是何人？晚年前，小侠们消失于盛唐之后，曾经有个剑术奇高的少年，将青城派全派上下屠戮殆尽。这事你们可曾听说过？啊，莫非便是他？这魔头弄非令狐大侠出手将他制服，关押进如今的铸剑山庄。江湖上不知还有多少人要死在他的剑下。据说这魔头和令狐大侠都曾是小虾米的好友，与他并肩作战过，可不想最后却走到了这一步。铸剑山庄，大哥，听我20多年前铸剑山庄曾派人至福建安葬棺木，这棺木躺的多半便是这魔头，而如今他却又如何活了过来？大姐，咱们都见过活跳跳的僵尸的。死而复生的老妖怪也不稀奇了。阿庞也记得这汉人的故事，
这个令狐大侠不是将他的手脚筋都挑断了，可瞧那魔头好手好脚，比阿庞还灵活。僵尸死而复生，还有复原的手脚筋，这魔头如今能祸害世间，莫非会是那杀手施的手笔？哼，百年前令狐大侠能一人之力击败这老妖怪，没道理百年后咱们不能以众人之力干同样的事。马脸说的不错，不管百年前有多么强横，老子也不信他敌得过百门火炮和千军万马。空中传来一阵鸦鸣，众人朝天望去，只见一只乌鸦盘旋于空中，孟婆伸出了手臂，乌鸦迅速飞了下来，停在上头。妹子，怎么回事？咱们探子回报，天元教有动作了，他们对外放话要一统武林，还说首要目标便是咱们丰都。哼，竟然将咱们列为头号目标，是佛母的功劳吧？另外，探子还在各大门派附近发现不少天龙教的伏兵，似乎是想透过兼并各派壮大自己的实力。呸！咱们怕不成，大哥，咱们便打上天都峰去，杀他们片甲不留。不可罗刹、黑种罗王、锦衣卫、东厂，还有这天一城，咱们四处试敌，贸然进击只会露出破绽，让那一方有机可乘。这或许是个机会。机会？天龙教即开始进吞各派，并给了咱们机会，咱们便以营救各派的名义壮大丰都势力，来一举击溃天龙教和天一城，最终推翻那腐败的朝廷，还百姓太平安乐的天下。大哥说的不错，如此一来确实可以获得各大派的认可，在对抗天龙教和天一城时也不会落了下风。咦咦咦，以德报怨，哎哎哎，化敌为友。咱们的敌是不公不义，是欺压百姓的朝廷和外患。那些武林正派虽然多半是些懂得明哲保身的窝囊废，咱们却也没必要和他们起了冲突。多一个敌人，不如多一个盟友。同意大哥的看法。嘿，也好，别让那个武林正派瞧瞧我丰都的本事。同意，在面对朝廷和天意之前，先将这局乱棋好好理一理为善。帮主乃我铁砂部的恩人，帮主说一，阿凡便不会说二，请帮主下令。帮主名字，帮主慧言，咱们鞍前马后，咱们丈履相从。喵，喵喵。现实，明探子定期回报天龙教兵马分布，咱们人手时间有限，今得谨慎决定救援的对象。是。哦，门派救援战，六回合后你将与天龙教进行决战。在此期间会陆续出现门派救援的关卡，你可以选择预救门派，而门派的规模会影响到关卡的存在时间，如没有在时间内救援成功，关卡消失代表该门派被天龙教所占领。换言之，你只能选择五个关卡进行救援，成功营救后可获得相关奖励，并影响之后的战斗剧情。请谨慎规划每回合要营救的门派，击败天龙教和天一城。主线关卡，霹雳堂先是不是？然后只能救五个，好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好，那我们这期到这边结束喽。那我们喜欢频道，欢迎到频道影片的左下方的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左下方把铃铛给打开，也欢迎到粉丝页按个赞。你最终最新消息，谢谢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幽冥路隐藏结局的分支，终于快要来到大结局喽。好，谢谢大家这期收看，拜拜。